Hello， 这儿，你在这儿，太热了。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坐这儿？太敢说了，不想跟老板坐一块儿。对，我坐住了。行了，今天我们就把之前准备好的让袍哥拍的那几个物料，我们准备一下。要拆箱是吗？ 开箱视频是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流行的一种短视频玩法吧。我们也希望炮哥可以跟上流行，然后多玩一些这种好玩的东西。炮哥好，你好。我们今天需要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平时开快递的乐趣，但是呢，你得猜一下这个快递是谁的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会拆什么，他们要拍那个。这个开箱视频就是。 他需要把箱子打开，并看到里面的专辑，告诉我这个专辑是属于我们公司哪位女同事的，并且告诉我这个专辑是谁的专辑，并表现出我们女同事第一次打开专辑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的。你是在公司里雇了十几个老板来管你啊？你知道我在那儿真的是很受气的。好，开坏了赔十个。什么玩意儿？ 什么东西？这书，这是本书吗？不是。他这个机会抓的蛮好的，还给东西特写。这谁呀？这男孩谁呀？涛哥，你见过他吗？哦，这是应援专辑是吧？ 这肯定是你的。哇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 ？Johnny J。Johnny J。Johnny J。杰克丹尼。杰克丹尼，杰克丹尼。江尼尔，快了啊，快了。 江什么来着？江丹尼尔，哎，江丹尼尔很红、哦。周董，江丹尼尔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他的专辑啊。你要说是做这个做工还可以。哎，你别说，你看这个做多细。他突然就研究起了纸箱的厚度。 专辑的材质，然后出这个成本大概多少钱？感觉突然又投资人上身了。做的真的不错呀，这纸板的厚度啊，还挺值的。喜悦吗？啊？开箱喜悦吗？为什么要喜悦？不在一个频道，完全不在一个频道。开箱喜悦，体验一下我们平时开快递的乐趣。啊。 这太好看了！哎呀，好看！咱垮了！没了，你垮了！